为什么吃黄铜罐头？我知道了，他说桃出异菌。桃？那都是扯淡，只是说黄桃里面的维 C 含量比较高。哦，还没离婚还是换老爷们了，你还别说话，还没离婚还是换老爷们了，换挺快，换个数的。你有病吗你？你是有病吗？那是我弟弟，那是俺表弟，表弟来，咋的菲斯？你是不是二过一？啊？你说你检查点十个重？你说啥？他说他是二过一。二过一啥意思？二过一啊？二十三。啥意思？二十三。二十三啥意思？一三。啥意思？果冻拍了十四个哈，十九块九十四个，里面有超多椰果，吃起来就 QQ 弹弹的，里面吃到椰果的时候还特别筋道，嗯，特别筋道。这是大家的老公啊，不是坐在一起，就是换老公，就是弟弟，啊，这弟弟比我小十岁，我表弟，我姑姑是他妈妈，我姥姥是他，不是我奶奶是他姥姥，我爸爸是他大舅。可是坐旁边的就是老公啊。